现场，我是林桂英，明仔是拜二，嘛是旧历在七月二十八号。根据这通讯记载，明仔这在位哦，讲伫正南方，何时是早起的七点到九点哦，下这个机号甲出行。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，咱就回来关心。好，继续来关心这个康瑞风台所带来的风雨，总算是停了、哦、不过刷、哦、来造成这罗岗镇罗河路三段这顶环保林河桥边这道路严重崩起哦，佮比较是真严重哦，这地基哦土石流失哦，长达100多公尺，而且这个范围哦有愈来愈严重的情况，河边将着真烦恼哦，讲这个厝哦，敢会因为地基流失，规个来倒去？啊乱哈！会放落来？爱惊无？哎呦！点啊！甲路边规个鼻气，路边规个放气哦，带碟内面的自来水管哦，佮衣橱破气，这水是木木流。会放落啊！会不方大啊！在家有生命危险威胁啊！要发生事情要赶快预防起来，不然会发生重大事情啊！地震下陷哦，关节落差上深将近1公尺，而且愈闭落愈长愈深，民众惊讲，若无来处理，这厝若放放气是要安怎？再下雨的话，一定是整排就塌下来了。这是罗岗镇罗河路三段边啊，是菜市啊，嘛是通往这彰化市的主要道路之一。民众车辆出出入入，连日来的河大雨，加上自来水管线依树破工，河水自来水一直冲河花，路基流失，道路规个放弃，范围哦大约一个车道宽，长度有100公尺。流失愈严重，甲下早已经这个部分已经渗两尺落去啊。啊，佫头前的迄深吼，已经超100公分啊，所以讲吼，愈来愈严重，嘿。关于完土小米，李伟王惠美，罗岗镇长吴进干嘛，赶紧联络管户家自来水公司来勘查，嘛来封路管制。用我们的那个，我们定一个钢板桩吼，来保护邻房了，就我们定大概9米以上的钢板桩吼，来保护邻房吼，避免那个邻房的那个。哦，那边的那个土石在继续下滑，哦，啊来确实来保护这个邻房的一个安全，哈、哦。路基危坑，道路是比较歪个起错，管户将会先来这强化路基，一个车里下步就会开始来抢修，确保居民的行车甲大的安全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岗采访报道。其实哦，即届风台过后的第四天哦，在彰化市大德里哦有28号的面体，因为连日来的大雨造成即个厝后面的土石崩起，厝前厝后拢出现超过17公分大的壁损哦，关节嘛差要10几公分，壁面的即个态度哦拢破出来哦，铁门嘛好即个安尼歪个起错，居民哦在趁这无落雨的时阵嘛，赶紧来抢救即个厝内底有价值的物件。连续到几落天的雨，30号暗时，彰化市安溪东路51巷28号的面体地基流失，道路劈开，厝嘛起起，行到后面的厨房搁较惊人，墙面规个劈开，地面出现30公分的落差。里面的厨房整个都陷下去，怎么陷这么高了啦？啊，进前干嘛呢？进前无。小看一点啊，尔啊！即届做一个规个拢渗落去。居民伫大雨当中赶紧搬家具、宽行李，有厝煞无法度大情景，予居民是万分的无奈。唔敢大啊，要大啊啦！啊，九二的嘛无遮严重。第一时间，县长等人拢来关心、协助居民紧急安置。会同啊干部团、会同公所、县政府共同来为咱遮的住户。来征求因上大的权益，予因早日会当啊进入因啊家园，予因安心来居住。这所在呢啊，你甲看，即马搁咧变吼，随时拢咧位移，有可能马上会倒流危险。所以呢，咱做一个紧急安置，后壁呢，咱做一个这个紧急的这个处理哈。馆长表示，烦恼大雨过来，现场已经计设专业的器材来监控灾情的变化，嘛马上展开协助重建家园的工作。啊，还在下雨呢，我们避免这个灾情的扩大啊，所以我们进行现场的封锁。
那我们也请到了建筑师工会跟土木技师工会啊，来做现场的灾情检控。那他们会架设相关的必要的仪器，好，那有灾情变化的话，我们要再进行进一步的处置。好，居民直接住十多年，头一遍拄到这么大的灾难，惊吓阁无助，有的人阁在立台看，生活马上就出现问题。未来善后重建的工作，真需要政府大力协助来渡过难关。大中华新闻，台中彰化采访报道。另外，在彰化市安溪东路至28号的面体变成危楼哦，无法度够大哦。即马讲连山卡的这大着够小，嘛真烦恼这学童的安全。因此哦，是赶紧请来这土木技师哦来检测确认哦，学校这建筑物敢有危险。关注特派员就来表示哦，讲即个灾情真惨重哦，希望采取这921地动哦灾后重建，提供这充足的资源来协助居民重建家园。彰化市安溪东路28号的面体继续呈现起起的状况，居民今仔日趁大雨暂停，继续回来搬运物品。迄悬低差不多超过30公分吧，也袂啦，也袂搬袂了。因为站在后面就是大直国小，校长真烦恼会影响学童的安全，特别麻烦技师来检测安全性。学校距离有62公尺远，所以结构技师来讲的话，告诉我们这是安全的。学生的上学的路线的部分，如果有经过51项这条路的，我们都予以呢禁止。国军各民防救灾单位今仔日加入协助清运的工课，来加速居民清运的速度。市长邱建虎、各县长到批完，今仔日一前一后再度会勘，全力来安置各协助居民重建。彰化县政府的立场是，在现行的法律规章之下，还有看能不能比照921当时的处理办法来提供我们住户呢最大的补偿、最大的保障。那我也感谢佛冈山的福山市他们今天早上给我们一个讯息，就是他们愿意收容，只要灾民有愿意，他们可以提供一个相当不错的住宿的空间还有供应三餐呐。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决定发了每一户我们一个紧急救难的安置金会员36000元，希望呢发了这些经费，会当呢帮忙因这个做一个这个暂时这个筹备会当来租宿家己的费用。安溪东路居民受到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灾害，居民无奈表示，未来生活更加困难，希望政府要继续协助，让因早一日可以重建家园。大中华新闻，他们请中华采访报道。讲过了后，蔡乡亲来看这花坛乡公所为着推广这地方的农业产业，是请总铺用这香甲麦的山葵来办的主料理，马上回来。